大多数会要吧，就是那个话其实很开心，不然太热什么的。哦，也不是说不往上吧，往上是。对，栋梁不远的，对，它成本太高，有半年时间。不需要过问他人，也不需要得到他人的允许，都是基本人权。
身为基本人权呢？这样的权利究竟是宪法所赋予的，还是法律所开放的特权？但我国却在集会游行法中以许可制的这一种制度，限制了我国人民行使自己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些况下，人民需要向政府申请，直到政府许可了才能够上街集会游行。而集会游行的自由权，在我国的政策底下成为了需要得到政府许可才能行使的基本权利。再者，我国现行的集会游行法当中，政府被赋予了相当的裁量空间，他们将会把政府认为对于以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等的集会游行申请案件否决。我方认为这样的一个裁量空间，正成为了政府滥用权力、打压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意见手段。举个例子来说，根据风传媒的新闻指出，一民间团体向政府提出攻审航空城的游行时，第一次就申请游行时以文件不足为由驳回，但不到一天，主办单位就收到县政府的通知说，该地已被原民局当作是水蜜桃活动的举办场地，但在原民局的官网上却完全没有举办该活动的资讯。这样的行为明显为政府为了阻挡攻审航空城所进行的查问。再来，另一份新闻也显示，在一团体在凯达格兰大道上申请满意的集会人数仅仅500人，却因为人数过多影响交通的理由遭到否决。但是想之前的导扁游行人数达到上万人，占据凯道却依然通过许可，此理由明显和之前在凯道上多次的万人游行相互矛盾。种种例子皆可以告诉我们，政府利用许可制赋予的权利打压不同的声音，让原本本是应该保障人民集会游行自由才设立的集会游行法无法成功达到立法的目的，这也不是我方所乐见。我方希望废除许可制，以报备制的方法去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游行的自由权，将自由归还给人。因此，我方将制度更改为强制报备制，与现状相同，需在集会游行前6日向政府申报，以方便政府能够进行警力的调动等措施协助秩序的维护。而我方也将废除第11条内容中除第一款对禁制区的限制，政府将没有权利去驳回任何集会游行。我方希望以此更改更具彰显我国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不只是需要被允许才能够行使，人民可以自由地去行使他们被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不需要再向政府请示许可以后，这样也更贴近宪法所需要说明的基本人权的概念，也更希望进一步去杜绝政府利用许可制赋予的权利去打压不同意见的行为，让政府或社会更能去听到更多的声诉求以及更多元的声音。因此，我方认为我国集会游行应废除许可制。谢谢大家。请反方二辩上台质询。方辩友您好，先跟您确认一下，您方所提出的疾病，就是您方是说。就是言论自由跟集会游行都是基本人权，是吗？然后在不违反限制三的情况下，所以你方也认同言论自由跟集会游行是不能无限上纲的，是这样？对啊，自由也不可。然后你们还认为说，就是在现行体制之下会产生政府滥权的问题，对。那请问，你方说要废掉禁制区是吗？没有，我方说要除了那个第十。第十一条中第一款对禁制区，那么就是禁制区的事情有在阐述的明确一点。就禁制区，你方应该知道，就是禁制区的机场跟我们那个就是五月场。对对对。那请问你方要飞到陆权？你方是要飞到现在是有陆权，那你方刚才报位置。然后强制报备。那请问一下，您方对法者，就是对强制报备不公的报备，直接上面有权法则的，也是。就是他必须要报备啊，不然就是如果没有就是不能允许，就是会去把他们那个驱赶，强制驱离他们。那。
就是他只要有报备，你就要让他上去。
是有海边情况改成法官审理那个是如果有什么事情吗？就是改由就是独立的司法局。OK， 好，没问题。那接下来 我想问的地方是，警方改成那个司法权就法官来去审理这个案子，是不是因为他是原来权的行为 ？OK， 这是。警方认为政府有滥，有会有滥权的行为呢？那接下来我要问对方是说，警方同不同意法官和警察的判决不一样的，就是他们的那个判决会不一样，警方同意判决会不一样。那像警方同意判决不一样的状况下，警方能否说出在那个法官那个给法官判决的情况下，警方自己会有行动过的大概有多少？像主张那些涉嫌言论啊，没有，我想要说的是，通常都是会。你方刚才同意法官警察的判决不一样吗？所以在你方制度下改成法官判决时，是否你方通过率会下降？我等待你方。通过率会上升。对，会为什么会上升？因为就是我们所删掉就是不允许许可的，就像例如说我们刚才有说，然后涉嫌言论这些会不会带到公共利益这些部分？这应该在你方原本情况下去的。因为就是警察机关的上级机关是行政院。对啊，然后没关系，但您方也同意警察跟那个法官判决不一样。那您方能够给他的认证问一下，问那个认证一下为什么您方的通过率会上升？就像我想问您方是说，您方当然认为我方这样亲自说录取了，对。我方想问您说。今天假设一个就是团体在中央公路有走，或是一些一般道路，难道我方警察能够说，你方在禁止区有行，所以不行？那个城镇边禁止区有行？就像我刚才说，这个禁止区的部分，它其实它有困难的原因。它其实规定禁止区的原因，是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机关的。是，所以你方也同意我方留禁止区是为了那个意义吗？但是你这个你可以以禁止区的部分去核准人民。因为你可以说你在禁制区，今天这个团体在中校东路游行，东方路不是禁制区，那我方为什么可以说他是禁制区游行？不是这应该不行吧？不是，因为他不是禁制区啊。我是我听你的意思是说，当他申请在禁制区里面的时候，你会不许可他，是这个意思吗？当他申请在禁制区里面，要看情况。什么意思？我方在禁制区跟平常禁制区是一样的。对，你方是禁制区，如果同等机关合格的话也是可以。我方禁制区同样也是很好状况，所以我方禁制区并没有做太大的变动，这是我方的意思。所以你说主管机关合格就可以，但主管机关不合格就是不行了吗？是。那这样就跟不跟属于一个，就是我不是说你就没有。我刚想跟你讲说，你还是会就是去。你刚是要跟我讲那个不合格的问题吗？对。我想跟你讲说的是。我们今天规定禁制区，是因为他怕，是我们怕这些游行在一些国家运作或是比较重要的场所进行游行，像是那个，并不是，我们这是一种管制。我方在那个下一个那个任那个会跟你们详细去说。接下来，我想先再回去问一下，你方改成那个法院审理，那你方是几级级审？就是交由这个检。对，几级级审？因为那个法院有什么二级、二审、三审等等之类，可能会进行计审。就是检疫法庭是出问题，就是有检疫法庭。没有检疫法庭，所以你方没有什么送那个诉讼的问题。对。OK， 好。所以今天一个机会案被驳回的话，你方是不能让他提出诉讼的。今天法官就跟他说，你驳回，你不许和对方就对方就再也不能。但是驳回的理由就是只能有说他主张一些奇怪的言论。是，所以您方同意说，你方没有研究计。这你刚同意了吗？ OK， 你可以更改，然后再去送审。就是他会有判决出来说你为什么？先讲那个，就是今天他提出的这个状况。在他发现上台身份，
关于我们现在我们健康制度下禁制区的部分，它是不是正方认为它是一种许可制，所以会造成天赋的状况。我们就是从论文资料里面可以看到说，他们对于报备制的定义为原则许可，例外不准。所以我常常告诉大家的是，报备制就是不是说政府就没有任何，就不能排除掉任何的限制。就像我们在德国的强制，在德国实行的强制报备制当中，它的例外就是说违反严重违反公共安全事务那些，在德国的报备制中，它还是被容许。而在我方今天的制度下，我方这种例外不准的东西，我们排除的就是所谓禁制区的部分，因为我们认为禁制我们会有禁制区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它集会内容关系，而是因为那个地点，我们认为在那个地点可能在那个地点进行集会，会造成一些危害。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有时候我们打辩论，有时候会在学校借场地，我们去借场地的时候，我们不能去借学务处去打辩论，这关系其实是因为那个地点的关系，而不是说我们集会有些内容，学校说我们今天不准打辩论，而是热舞正确辩论我是可以，到学务处练我是可以，所以进行辩论的部分，我们是因为那是在那个地点的关系，而不是集会有些内容。而再来，刚刚对方辩友告诉我们说，我们没办法预防这种什么，我们要上街集会游行去杀人的这种游行，我刚刚告诉你，那个杀人这已经是属于刑事犯罪的部分了，所以其他地方我们是有其他法律是这样，而且在对方的制度上，我们今天要去申请集会游行，他去申请的时候并不会在表单的申请上面写我今天集会游行要去杀人，他并不会去这样去填这个表格啊。而在他说我们会在携带武器的上面的部分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预防的，可是这已经是违反其他法律认为社会秩序维护法这个部分，他们已经是有处罚，所以这种还是有其他法律可以支持。在这方面，我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制度将改成有简易庭、法庭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有，所以这方面我其实已经是知道，已经是承认说，在许可制的制度上会有滥权的问题，所以他们想要以法庭改成有法庭、有法官来检验这个来。许可集会游行这地方，他们希望可以达到判决。可是我们知道，警察跟法官的这种所谓的判决是不一样的。对方没有，我们还要请对方再进一步论证，他们采取检察庭的解决力在哪里？对方没有是在谈医生论的时候是有点误会我方的。他们认为我们是其实两个方向制度其实差不多的，其实我要跟大家讲，我再重申一遍，我们的制度我们是废除第十一条除了禁制区的部分，所以其实在集会游行法中第十一条里面违反第六条或第十条规定的，有明显是主认为国家安全或集体公共利益，认为危害生命、身体、自由、财物造成重大损害的刑事制裁已经废除了，所以但双方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我方的唯一的申诉就是在禁制区，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地还是不适合的，所以我们去当作是一个排除。我们而许可制区还是让警方去掌握的，去让法，但他们就变成让法官掌握这个裁量权的问题，所以还有待他方没有进去的，我方上面告诉你解答。公正的第三方，所以呢，如果我们交给他审查的话，那像你方是不具
关系，不可能会有代词。当时说比现况下还会比较不会完全问题。好，刚刚没有，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您刚说你没有被入选，对吧？然后被报备者会被强制驱离，是吗？好，那不动没有，可不可以请你证明，既然我入选没有被，那警察不会透过入选，然后去禁止我的机会优先？我知道，其实入选它主要的规范，它并不是需要你规范的内容。它是而是要这个场地是不是使用的？不可以举证，是入选的。那你下方，那等你后方可以再来。好，那东淼，那你说汇报的强制取证吗？台北市身体使用药物机会的药品这个规定，我们可以看到是他们道路使用药品这边，他们是主要是针对说这个路权是是不是去租借去给外人使用，而不是要对他内容去上手。好，那张妙，你刚刚说未报废止违章，未报废止违章是区域是吧？是。好，那如果我机会有行发生的一些紧急状况，或是危害到公众利益的话，那你帮我怎么样处置？他们上街之后去危害到民众的。对，那警察是可以驱离。警方还是可以驱离。好，那对方没有，那我刚刚可以说，就是可以预设一个状况，那个警方通过你的机会优先，通过你的入选，可是呢，其实我还是反对这个机会优先，然后我就以你已经违反公众利益为由，然后现在你可能还没做什么事，我就想驱离，就表示警方其实还是有裁量的空间。假如说今天我主办打马游行啊，其实警察机关虽然在民方的制度下是不能否决掉的，但是他上街了，但是其实我心里还是不喜欢这个游行。然后呢，他根本还没做什么事，我就马上以说你已经违反公众利益，然后强制驱离，这表示警方其实还是有裁量的空间，是吧？但是如果他们上街之后，他们也不能违反说，我是说警方是不是在这方面还有裁量？是因为在民方之外就会发生。我方是以司法。司法没有，那女方是由司法法官先审查之后，那司法法官审查之后上街之后，那警察机关是不是还可以去强制驱离？是的，但我方先讨论一下，民方是不是警方在民方制度下还是有裁量的空间，是的。在上街游行之后，如果他们有违反一些安全的话，是的。那我们不是针对那集会游行，集会游行内容是才下场。好，反正你刚还有在这方面多争取，还有，其实你刚刚同意说是有这个路线上当区域，是吗？这样重点地址选择。哦，好，那其实您当时不认同那个，就是机会有限内容或者是那种。是，对我们要怎样？那情况下，其实是475号人肯定的许可是合宪的，表示他认同了机会机会有限内容事件审查是合宪的，可是我们认为我们自由选，我们不应该去压制人民想表达多余意见。所以你认为，如果权力需要事先行贿，就不该处理？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还是权力不该被行贿。对方刚刚就是质疑到我们，就是
因为改了司法的通过率会下降。但是我方认为，我方只是就是像跟对方一样，就是在不违反限二三的一些言论情况下去禁止他们，所以其实是不会下降，而且反而上还会上升。就像对方提出的水蜜桃节，我们也是会让他通过。法官是他不一定会是真的就公正，他
可以，他仍然就是可以说，就是他可以是随便，就是他很快就是不会完全控制。但恐龙法官那么多法官中，上社会新闻的也只有几个法官，所以其实现在简易法庭中法官似乎没有上社会新闻。可是对方没有，就是在简易法庭就只有一个法官去审理的话，那你要是就刚好遇到那些恐龙法官，那难道你要那个人民之类国家的倒霉，然后就都没办法去集会？如果抓到法庭国会，还可以上，就是上诉到上诉。对啊，是吗？就是。就是可以上升行政，所以是可以上升。是，那如果上周还是在继续遇到恐龙吗？那没关系，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是说他会有奇怪言论，就是那个可以禁止奇怪言论或者暴力社群。并不是奇怪言论，就是宪法中没有保障的，像重合性言论、指责性言论，像刑法中有暴力或社群的言论，对吧？是，那。我刚刚先撇开几个原因，就是假如你一个人就走在路上宣扬说你要去杀人、你要去裸奔之类的事情，然后你觉得那个人不会被街上的人打吗？既然如此，那现在换成一大群人去宣扬我要去那个杀、我要去杀人，我要去那个之类的。对，可是我妈跟你说这种言论，我妈不要再我。问题是这种言论，我妈也不会，就是也不可，她已经违反了其他事情了。是啊，你妈不让她过，我妈不让她过。不是，就是我妈一直说，我妈根本不会有这种事情。就是我什么不是？不是，我妈意思是说，我妈可以打电话让你们直接让她上上，就是她报备了。我妈意思是说，他们本身的言论就已经是违反其他的事情，但是已经上了别的事情，上了别伤害你妈在。消极的说啊，你知道我伤口在补救，我方是直接挡下来，他不上街。不，你就是我爸的意思说，他们基本上就是不会有人去做这种。台上记者发言，正方三面上台
下来，对方又提出说，我方警察仍然有裁那个否决的权利。我方想要跟对方说是，我方前面就有说，我方只留禁制区和路权。首先，禁制区，我们可以知道今天有个团体，他可能在中校东路上要记录游行，那个地方不是禁制区，所以我方当然不可能否决他。而对方又如何能够认证说我方会用禁制区来去否决掉，来去滥权呢？接着路权上的问题，我们从路权申请表上可以看到，他只要我们填的是申请路权的目的，基本上这个格子只要填集会游行，就像是学校我们申请场地一样，我们在那个申请表上活动目的，我们写说辩论比赛，并不是在路权申请上，所以路权申请单上并不是清楚的表现出写下那个集会游行的目的，所以政府要以路权来滥权的行为，对方也要认出为什么能够这样做。接着，对方说，法官之所以能够不会有滥权行为，是因为司法和行政是独立的，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对方如何能够认证法官是个独立的个体，他是个人为？那对方如何能够认证说法官一定不会滥权？今天法官有司法权，的确司法权是独立的，但他这个人是否也会有自己个人的想法？对方如何来去讲？就像警察自己有个人想法，就是一样的。然后对方刚才我方正一说什么恐龙法官的问题，这也是法官中也会有几个会有滥权行为，而对方前面也说过，对方没有所谓的行政救济，所以当对方可能碰到这种恐龙法官时，驳回了对方的申请案，对方就算一改再改，如果那个恐龙法官就是偏激了自己的想法，那仍然对方的申请案是无法通过的，所以在对方的世界下，滥权行为是更有可能发生的。方生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请甲方意见上台质询。我现在提说法官会有滥权的行为，是。那如果法官滥权好了，那现在法官就是全部都滥权，那现在我去审理一下，好，什么阿扁有罪了，那我会给他滥权，那我是挺阿扁的话，那我看就是让他就是没有罪啊，无罪通过啊，就是这意思，你来懂吧？然后什么？警方滥权，就是法官滥权的问题，就是我方完全不懂什么法官滥权，所以阿扁无罪通过。当法官滥权的话，那就是司法这个体制就是没有办法有中立性的部分，就是法官他有终身制，他不会因为做出什么奇怪的判决而被免职，就是不许可这个集会游行而就是被免职。因为他直接帮托你假设说法官滥权，是我方并没有说所有法官都会是滥权的人，我方也没有说所有法官都叫恐龙，可能。我方说可能法官中会有滥权行为，就像你方自己警察中会有滥权行为一样。就是你刚才说那个路权申请书是填说要去集会游行的吧？对。那你不能就是很确定说警方可以就是事前就是事前去看这个集会游行到底是什么目的？你可以就是像。因为警方他也是，他下班之后他就是一个平凡人，那他也是会透过的网络啊去了解到底会有什么集会游行正在发生，或是未来可能发生这样子的问题。那法官下班后就不是正常人了吗？不是，那还有就是禁制区跟路权，那刚才你是说我方法官他只有审言论这个部分，那这是你刚才说的。那就是法官他也有权，就是跟杨工程处说，好，那你给我一份报告说，这我申请的这段路权到底是可不可以去通过的？就是他可以向杨工程处就是请他就是做一个报告来给法官看一下，到底这个路段是不是可以合格，是不是可以准许，
这个部分。嗯，对啊，没有，你刚才前面都没有提到这些。假设你放制度并不完善，你放制度完善的跟我说你放制度吗？因为你直接把集会游行申就是申请表给这个法院的，就是法院去做一个法院的检疫局去做这个审理的部分，他就可以先看你的言论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他现在他去看这个路权的部分呢，他可能不是很了解这个路权的部分，他可以就是请这个环保处或者养护工程处那边去做个资料，问他说不可以，就是这段路是不是可以许可的，然后这个报告上来之后，好，他许可，那我就是在他言论这个他言论的目的是许可，那 OK 你就可以去集会游行。问题是，就是我们也是有这个路权，法官可以去问，就是你们申请路权的机关，就是养工处，到底这个路段是不是可以用？哦。那还有就是，我方就是刚才就是二辩他是有说，当你的检疫法庭没有过，我是采行政诉讼。是你帮他说的吗？刚才二辩有。我们是采，对，我们是采，就是事后的补救的方式，就是行政诉讼。当你的检疫材料过，就是那诉讼形象变一下，同样一样的法官吗？还是检疫庭是检疫庭，但是行政诉讼是行政诉讼。圆满的结果，可能现场就会血流如注之类的。
还有呢，就是一个可能性的说法，就是杀人言论。虽然呢，正方呢提出呢，如果有这种杀人言论，的确没错，我方同意的是有社会秩序维护法的维护，但是呢，现在的媒体资讯传播是非常快速的，这样杀人言论在集会游行里面被显现出来的时候，可能已经通过传播媒体已经有快速的流通、快速的渲染，已经给了非常非常多的群众一个比较不好的教导的示范。而在我方的情况下呢，司法机关会否决掉这样的言论，而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可挽回的伤害。而我方认为事前的预防的确是胜于事后的补救与治疗的。就像其实现况下呢，计程车司机如果有新的前科的话，也不能开计程车，因为呢某些伤害是不可回复性的，我们必须事前的避免，而不是事后因为去补救。还有，其实刚刚再补充一点，其实许多人呢，虽然不是恶意的去做，假如说有一个地方，他们可能晚上八点就睡觉了，然后今天有一群人九点要去集会游行，在正方的刺激下，我没办法否决，然后就在那边拿着大声公的吵吵闹闹，然后呢，造成附近邻居的安宁的问题，然后可能一言不合就吵起来。但在我方的世界下，我们就会否决掉这样的案例，然后告诉他们，其实那个地方呢的安宁秩序可能之类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对方可能，然后那群人呢，可能就会去选择别的时间去集会游行，也可以达到平和公平的结果。而正方其实绝对没办法达成这样的利益的。那我方的申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请正方二辩上台陈述。Thank you.
刚我们讲很久是法官的问题，然后想要告诉你们，就是你们是没有配属于第十一条的，你们改开了。其实像是公共利益都是有限的衡量，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司法机关在做，所以我刚刚我要给他裁了可是你刚刚没有听，你那没有认真听的，明确你们决定到是决定到。就是彼此现况下，尽可能避免，不能避免让你沟通难过。不是，反正就是这件事。是这个是相对性的问题，我帮你确定。不是我，我刚刚有跟你们学科先去配合，哎，你们学科先去可以帮办一些教育团。就像这次刚刚有杀人的例子，还是说我要去进行什么裸奔有误会，是对我敏感的这种事情，他们基本上就有事，他们根本也要申报说是。这没有，我没有跟你讨论这种东西，我方就是他哪里也。我不能他可以否决，你不用从他可以否决那些危害社会秩序的组织，可是，在民法制度下，那我要去进行杀人之前，他并不会去法说我要杀人之前。那林芳又要去怎么否决他？我没有资格要这个，没有这样的。你们当天的公司就是说，既有父母是不进厂的，所以我官费不能进进出出。你就是认为他在你那个地方，怎么造成这些事情？还有官场的问题，所以说。
本人权，而基本人权是受宪法所保障的，是政府给予的。今天我们来举个那个基本人权之中其中的人身自由。今天我们去学校或是来东吴大学来打辩论比赛，难道我们要给提出申请书给政府，就啊说给政府申请，然后并且政府许可后我们才能去吗？并不是的，因为这是宪法所给予所保障的。但今天在线下我们知道集会游行法中的这个言论自由是需要被政府特别去许可的，就是要政府特别特殊来给予你的，这和宪法是有些微的不符的。而我们知道当我们把这个许可赐给政府的时候，政府会造成滥权的行为，包括我们刚刚前面举了一些那个水蜜桃的例子。我们知道政府会用一些奇怪的方式来滥权，这是我们不乐见的。我们想集会游行的目的是想表达出那个团体的心声给政府和人民知道。那今天一个团体不能集会游行，那是否他的心声他的想法是不是就不能让他人所了解了呢？今天让我们来看一件事情，说我们今天看的墙的是很明显是政府的权力的确是变小了，而在政府权力的变小的状况下，权力变小，当然滥权的行为就会变少，而那些被打压的小团体一定会有一些会出来游行，这是在我方强制威之下能够带来的利益。我刚刚前面也讲说，为何要留下禁止区，就是因为可能一些国家运作的场所或是一些很重要的地方，例如机场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如果今天那个集会在那边游行，那势必会影响到他人的权益。而我们知道，其实宪法23条也讲说，那个自由是不违反他人的情况下，而在我方的强制威下，就外面之下也非常保障，所以我方才留下这个禁止区。举个例子来讲，就是今天学校，他不会开放校长室、学务处出借去给热舞社去练舞，难道我们就要说这个是一种不许可吗？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需要你去一个好的地点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禁止区想保障的是地点，而不是你的言论自由。而他方刚才讲了很多什么上街持刀啊、杀人理念啊，这些在我方都可能会发生。而我方想要讲的是说，今天一个人上街游行，今天一个人持刀上街游行，那是不是他已经是违法行为了？因为可能在违反公共安全，他已经是一个违法行为了。所以今天持刀上街，它本身就是一个违法行为，并不是因为。所以他本身一个违法行为，所以当然今天一个团体集会游行，他当然是不能上街的。最后，我方想要再强调一次，言论自由很重要，集会游行自由很重要，而这些基本人权不应该是政府要去特别许可的一个权利，而应该是宪法所保障的，这是一种天赋人权，并不应该由他人来决定你是否有这个自由权。谢谢大家。提到裁量权的问题，但是这方面有的制度下呢，其实制度下
散了，如果呢集会游行造成了暴动之类的，也是会强制驱散。那我方可以假设一个状况，假如说今天我要去反对马英九的执政，那虽然警察机关呢，虽然警察机关没有办法不会这样申请，但是呢，可能我到了当地，拿着扩音器喊了一句马英九下台，然后他就认为我造成公共秩序的危险，然后就把我去，他把我强制驱散。即使这表有哦，这是表示了其实对方制度下裁量权，警方还是保留裁量权的，也没有办法完全消除这方面的疑虑。还有我方提出刚刚卢秀莲的例子，也就是在对方辩友的制度下没有办法否决掉这样的危险。那或是我方可以再举一个，虽然有那个多项法律的制裁，但是呢，我们还是没有办法避免它可能造成的危险。不然我方也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例如说，今天呢，有一群人呢带着气音喇叭去加油站附近抗议。其实气鸣喇叭在就是经过加油站的时候可能会造成爆炸，而这样的危险是我们不可以负担的。但是在对方辩友的制度下呢，我们没有办法去否决这样的要求。而如果已经造成爆炸，其实警方也没有办法处理。就算做出一些事后的追究与刑责的话，伤害已经造成了，可能已经造成了数千数百万人的家破人亡。而为了我方制度下，我们会否决掉这样的集会游行，为了我们。第二呢，我做出了自由跟大众利益之间的衡量。那我的结辩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这是你一边搞我讲到的，
那接下来制度部分，你是讲强制报备的制度，对，然后还有我们保留禁制区跟物权，对。那我先交代你们整个论点架构。我觉得在二辩争论跟至于答辩中间，我觉得出现一些，让我觉得一辩正方你们论点架构方面有一个很大段，就是让我觉得有点错乱的原因，是因为二辩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德国的制度，它执行一个报备制度，它所谓它有个例外以外。例外不可，其他都是通过。但是你那时候讨论例外的那种感觉，让我理解成就是好像你们也想要解决反方所说的那些，也就是有色情暴力或者有乱伦，反方讲那些，还有或者是可能想要杀人的那种东西，你没有交代得很清楚。但是当你这样去行诉，以及你去解释反方所讲那些东西，在这方可能也会通过的时候，我就觉得那这样贴近反方的打法会让我觉得。那你们一定搞讲那个他们想要捍卫的那个基本人权到底能不能懂吗？就是你们一边搞的感觉讲非常大，就是言论自由就完全不许多问他了，只要讲一声 OK， 我六天之后、五天之后就要执行。那内容完全不需要。但是听起来好像你们又想要解决反方一边搞的讲这个事，对。所以我觉得在至少在中间辩论的部分，我觉得你们想要解决那个问题的部分，我觉得是有被。因为你们本身的矛盾，我觉得在接受上面，我的部分我觉得是有点弱。但到后来比较后面三遍，你在解释自己的论点架构的时候，你不停的强调就是你们只保留了禁止区跟物权，那其他东西基本上你会通过。那你去解释为什么禁止区你们要去保留，比如说机房等等，你觉得那是不能去被影响到的地方。那所以后来我可以理解，我后来帮你们归纳，用不用新政去理解我。我会比较相信一辩跟三辩的说法，就是你们只做那两个方法，就是你们可能就禁制区跟路权部分可以做限制。那内容的话你怎么管？反正问题发生之后，你们再去现场再去做区隔。你们攻防上面的我能理解的东西是这样，就你们有点时间点可能晚了反方一点点，那就看你们双方怎么比。那反方的东西我交代一下，就是你们反方先讲司法权跟行政权。然后去做一个区隔，就是原本是警察去做一个判断，然后后来改成法官去做判断。我们想要解决就是航空的隐私的问题。那这东西攻防，正方做很多，就是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攻击比较没有效果，就是为什么通过之后一定会通过一个上升？对，就是为什么？但是一开始我其实很兴奋，上面就觉得法官做审核好像比较容易。因为像 EPT 那种东西就是证据立场攻击，但是在正方的不停的攻击底下，我后来的确觉得好像真的有可能法官也会有些问题，比如说正方讲同法官，然后还有一个人一个主观的法官也有可能滥权，对，因为他证据立场也可能会不一样。他们没有讲那么细，但是我可以理解正方想要讲，就是都一样是人在判断的时候，你必须细部告诉我法官他的素养跟警察的。看法在言论自由的保障上面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反方其实没有去解释，那我觉得这非常可惜，因为觉得还是可以去区分，对。即便他们讲什么99.0几%，对，我觉得还是可以讨论。那后来你们还讨论到，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有没有行政救济之类的？那正方的你们确定之后好像是没有行政救济，对。那后来我们有讨论，底下讨论一下，因为你们是简易题，简易题如果要从司法上面救济的话，就是上诉嘛，可是简易题不能上诉。理论上不能这样说，听他们法律系的专业的法律人讲，对。然后，可是行政救济的话是找行政主管机关的，可是简易庭又是一个司法体系，就是他们我们就不太能理解我们要去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如果真的有一些争议性的案件的话，那我可以理解的就是不停的争执就好，就是不停的争执。不过就像正方主讲，就是偷偷不要把内容加进去就好。可你也没有这样讲，对，就正方其实有帮你回答，就是内容不要讲，但是。所以我就在这一块为什么要移到法官身上的时候，我觉得至少在言论保障上面，我觉得是被打破很好的。我觉得这方攻击，我觉得是有效果。那第二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秩序的问题，到底反方是能够解决掉这个避免危害社会秩序所产生的一些问题？那你们的说法就是你们想要预防胜于治疗，就是正方是在做一个治疗，事后发生了，可是呢有人杀了之后，柯震南才多出凶多肥，他们感觉对，那。我觉得这东西很妙，就是反方你们讲完之后，我是蛮能接受你们举例，比如说袁明南他到后来没有行动，或者是
对的时间、对的地点，所以没有噪音，没有影响到什么安宁病房之类，或者是离旁边医院的地方。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正方是可以去讲，就是一个言论自由为什么可以去变大，或者是它可以让别人听到？我觉得有时候是观看它影响到的东西，就像你们讲的那些原住民好，举他们的例子，原住民如果那天真的拿到的话，新闻会更大，懂吗？就算真的写了文字的话，如果那些原住民他们的游行的目标或精神就是想捍卫某些东西，他们愿意流血，那为什么这个社会或这个国家的言论保障不能保障他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即便最后真的犯罪了，最后不在了，懂吗？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期待正方你去讲，就是你要去解释一下那些例子之所以不应该被限制，或者是那个社会安全，你不确定它未来会不会发生问题，就不应该去先做预防的限制。因为也许那些人拿刀并不会发生事情，对，或者是就像你们讲那些禁制区跟路权，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讨论。你讲的立法院它是个禁制区，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几个月前的那个运动，立法院霸占立法院运动可以闹到那么大，或者是国际都知道，或者香港等等都知道台湾发生事情，原因就是因为它发生在不应该发生的地方。就像你们讲，你们想要让它到一个对的地方。不会影响到机场，不会影响到立法院。可是那样的情况底下，言论自由有没有办法保障到那么大，或者是能让那些人去做他们想做的言论自由的表达？我觉得这一块也是反方对攻击的，就是他们一直后面还是结辩的时候，我记得还是不停的收这一块，就是问他们要管禁制区，问他们要管路权。我觉得其实我期待反方能去讨论，或者是去攻击，就是他们其实想贴的能去。避免影响那么大的部分。那到底当正方想要避免影响那么大的时候，他们的保障能不能做？言论自由能不能那么大声？我觉得这个问号。那加上后来反方们讲的那个预防，我会期待正方你最后回应去告诉大家说，为什么你们要保障人们去做他们想做的，即便有可能会有危险。那危险发生之后，再去做一个驱逐动作，跟你们讲驱逐动作，这样子会优于他们的预防。但你们这一块回应，我觉得听不到，就是为什么那些原住民必须拿刀让他们去游行？讲完话之后，即便有真的有一两个人被砍到了，然后再来去做驱逐，或者再来去做抓那些真的杀人的，参加杀人游行之后杀了人的那些犯人，对，因为正方你们这边回应都只有一句话，就是说那些行为现况下面就被限制了，所以真的发生的话就被抓起来，对。但是这层回应，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回应到，就是他们所说的。预防胜于治疗的话，我必须要能够接受到，病发之后我们再去做治疗，那这样的动作有什么意义？就是我觉得这方面必须告诉我，所以后来我把一分的论点分摊给反方，因为我觉得至少他在，第一个是社会秩序的预防方面能够做比较好，第二个在言论自由的新增上面，我新增上面，我觉得言论自由并不会，正方的视野底下，尤其你最后分一笔，你又在收禁制区跟路权。我会觉得你一开始一遍讲那么大，就是你们言论自由完全不应该被过问的感觉，又被削弱一些些，所以这是我的后来论点的接受。那如果有问题可以再问。对整个比赛的看法跟评判，如果问题再来讨论，谢谢。
那我就这样子猜啊。双方论点的认知跟行为常态一模一样，这方就来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基本上不能被事情限制，另外一件事情是懒这件事情。相较的反方，你们讲的东西对我而言，你们一个是也认为情况下的问题要被解决，所以你们更动情况；第二个东西是你们认为，事前跟事后的比较这个判断标准。好，那一个一部分来，首先先交代为什么在所谓基本权不能被限制这一块，我跟前面传菜一样认为，在很早阶段，这论点就不会存在在你的利益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反方其实，第一个原因是你们自己的逻辑就很矛盾。原因是因为你们如果去告诉我，这个东西有一部分上它可以是例外，比如说尤其是你们二辩所讲的报备制，它其实是原则区的例外限制，那我就不太懂为什么报备制的例外限制是可以被忍受的，但是许可制的原则禁止是不能被忍受的，听得懂吗？它都是限制，只是哪个是原则，哪个是例外的差别而已。为什么因此？你懂吗？你因此你，我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一回合你要那样说，原因是因为想让他合体，你想告诉我说你的报备制是合体的，是为什么禁制区的留存是可以合体的？可是问题是你这样子合体性的解释，会让你们一辩所架构出来的那个基本权的存在与否产生违背，所以那个点我就不接受。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在我忘记他们是哪一轮啊，反身去质询你们的时候，他有很快的带过一句话说，其实那他也没有举证，不过因为你在台上达成共识，所以我就相信。他说师资师师已经告诉你了，现况下的许可制他没有违宪的问题。所以说我自己觉得，既然他都已经说了，现况下这种有事前审查的许可制是没有问题，而你们一辩只是用自己的断言去告诉我说，只要是事前有做限制的言论自由，就叫做基本权的不够完整保障，那只是你的断言，相较于他是自私是，就比较对我而言效率就会比较低，因为既然你不是推论，你也只是断言，然后他的资料效力的强度感觉会比你个人的大法官讲的话就会比你个人可信的状况底下，你们事后用面针对是自私是我的推论进行裁决的话，我就会相信那份资料的效力。虽然他场上没有明确举证，但是你们在答辩时有跟他达成这共识。因为这两个理由，所以我不能接受你们的第一个论点。好，那第二个论点到底是否存在？就是到底是能不能够有预防这件事情？说实在，这个点我最后是看你们正方，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对我而言，反方只存在一种反方拿出一个相抗的东西去跟这个东西，不是事前，就是到底有没有滥权的问题，你们拿出一个相抗的东西去跟他吵，就是法官的判断，你们认为法官判断就不会有滥权。首先，法官判断本身为什么到底不会有滥权？你们的论证模式是用他职位上面的独立性来论证他不会滥权，可其实我不能够理解这样子职位上面的独立性跟警察上面，警察的确他不是司法权，所以他法律没有要求他独立。但是我素难想象一个警察有没有必要，你懂，每个警察可能政治立场也都不一样，对特定议题的立场可能也不一样，凭什么警察就一定会有立场意识而法官不会有？听得懂我的意思吗？而且实际层面来看，就像这方说的，很多法官其实也会有立场意识，虽然法律要求他公正审判。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因此我觉得一开始你们两方拉不出来是一点零零零的理由。第二点理由是因为我觉得反方唯一后来去阐述你们可能有的利益的那种状况是，如果他真的傻到他写了，或是他其实不傻，他就是想这样子，像你们反方所举的原住民的例子，那你们起码能防止这种人，没错吧？可是我不能够理解的事情是，为什么正方的世界底下他防止不了？什么意思？他们的制度底下算一定要他通过，比如说他就算在正方的世界底下大辣辣的写说，我就是要拿刀上去，我就是要宣扬杀人理念，我就是想要拿火把，或是你们反方说的坏举的什么一个什么气啊，会吵到人的那个东西，随便。他就算这样子写了，他们警察看到之后呢，他不会比较紧张，在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就去防堵吗？听得懂意思吗？因为毕竟双方的世界当中，如果你在街上做坏事了，警察都是有权利去把你们赶走、没收你的东西等等的处置，没错吧？这是双方世界都有的。你们双方差异只是在事前的合可上面，正方都得让他过，除了禁制区跟重复入权问题之外，他都得让他过。而你们是还有法官的裁量空间。可是到底为什么你们的状况可以被称为事前防治？我不认为，因为我觉得正方也有所谓的事前，因为毕竟你的事是指当真的他去砍人的时候。真的噪音开始污染的时候，真的火把在燃烧的时候，这个叫做你的事，
而事前在正犯为什么不能放毒？因为他如果我的警察真的看到你在申请单上面写了这么明显的东西，他难道不会加派警力去那边堵你？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当你一拿亮出刀，他就拿其他法律去约束你啊。当你一开始制造噪音，他就拿噪音防治法来防治你啊。听得懂我意思吗？所以说，那另外一种状况是，他如果都不在表单上面写的，那你的状况底下也防堵不了，因为你的法官不会发现他原来要带刀，或是要在街上制造噪音啊。所以那点双方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对我而言，这是为什么？当然，之前东方说实在，这方面没有跑出来。可是为什么我新政上面会直接让他过关，不会帮反方背书，或是不会留在场上状况的判断？原因是因为你们中间有一轮一直在吵说，到底在警察在场，就是在现场会不会有滥权这件事情。可是你们双方如果吵的结果是双方世界的警察都会做同样的判断的话，我就自然会介入新政说，既然你们双方的警察并没有优劣之分，不会因为你们制度的改变，你们更动了现况，警察有变得比较精明或是比较聪明的状况底下，应该他们的反应要是一样的。所以说事前跟既然你们事后警察不会滥权，这是你们声称的哦。就他们警察在街上不会随随便便赶人走的话，他们的世界底下为什么就会笨到让那种人去做坏事？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最后让这方那个点留存，而反方不会有的理由。所以也就是你们的事前事后为什么对我而言拉不出差别的，这个价值是拉不出差别。那为什么这个点会混在一起讲？我刚明明告诉你们说反方的点有两个。一个东西是被绊倒了，一个东西是就是到底法官有没有办法，会不会阻碍滥权？一个是事前事后，因为为什么会混在一起讲？是因为我自己觉得你的法官的滥权与否，一开始你没有办法论证，它会牵事后牵扯到事前事后的观念，到底在你的世界底下能不能被拉开来的时候，这两个点甚至会是同时不存在的。对你的而言，我的利益，你的利益是不会建立在我心目中，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最后把论点分出它的一些些给正方的原因。因为我相信他后面在滥权这件事情是有效防堵，而你没有办法切割出他们的时间生活跟你的时间生活会有差别，这是我自己的判断。好，那给予点电视技巧的建议的话，我自己其实认为双方的三辩还是没有在做成立，甚至连在场整理都不算在场整理，你们只是在把攻防重新再跑一遍，而且是用很偏颇跟不符合，我觉得不符合场上的发生的事实去做战场整理。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你们现在的战场做法，损益比做法都是这样。当初裁判说，所有的利益我都拿到了，对方的所有利害我都没承受，对方所有的利益他们也都没建立成功，所以我该赢比赛。你们几乎都是用这种做法，所以才会导致在你们损益比的战场整理看起来很偏颇，因为明明事实不是这样发生的，明明一定是对方有些得利，有些不得利，有些攻击成功，有些攻击不成功，你自己的东西有些成立，有些不成立。听懂我的意思吗？战场整理的目的是要明确的告诉裁判说，哪些攻法为什么我觉得是我的利益，结论是什么？你懂吗？那如果你真的有能耐，场上真的是一面倒的，你要把战场整理讲到你全部都赢，也不是不行。可是今天场上偏偏不是这样，所以因此损益比特别重要。当你告诉裁判说哪些东西是你得利，哪些不是的时候，你要下一个判断标准告诉我说，那你今天以什么价值为优先的状况底下，即使对方得利这个点，其实也不太重要。这才是三辩要做的事情。可是不是你们用一种很偏颇的方式去做战场整理，然后告诉我权有权无，所以说因此你赢比赛。那种战场整理，我只能接受在真的你一面倒的压死对方，把对方狠钉在墙上猛打一轮的时候，你那种全然全有全无的战场整理了，无下任何判准的做法，我才能接受。但是那种状况底下，鲜少在我心中成立，是因为我才不相信有人真的，我才不相信有人真的能够把对方压在墙上赏巴掌。目前起码我没有看到那种状况。任何点都一样哦，就是每个点都打到死。我目前还没有赢到那样的比赛，所以我想希望双方不要把那个空间介入给裁判，就让裁判自己进行新增来判断你们有没有赢比赛。这是给双方三辩建议。那中间阶段的建议，我只能希望你们双方在逻辑上面一定要够一致。尤其像正方那边，我自己真的觉得你的立场会跟前后两个辩词会稍微有点跳动，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会解释。而且其实我又无法忽视你那一轮的东西，是因为你到了，你不管在答辩还是咨询的时候，都还是有在踩在你自己的立场上面说话，我就有点不是很确定你到底是有没有意识到你说错话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必须采纳你的话，导致你的那个第一个论点会不成立。对，这是给你们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再加油，谢谢大家。
最难。没有，这样子好散。合理啊！